星爸爸去哪儿5在网上热播，明星爸爸和他们的孩子受到网友们的喜欢，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新晋奶爸邓伦。邓伦作为临时爸爸照顾小山竹，邓伦在节目中做的还是很不错的。爸爸去哪儿尤其是孩子们的妈妈到节目探班，节目组就为小山竹和邓伦找了个代理妈妈来组成三口之家，她就是李沁。三人在节目中做任务非常默契，一家三口也是高颜值，非常甜蜜幸福。在节目中其他的夫妻也是不断的撮合两人，不知道两人能不能在一起呢。据说邓伦曾经和金晨在一起过，但是最后两人却以分手告终。金晨是近几年新进的小花旦，他的颜值和演技都纷纷在线，看起来跟邓伦也是很配，但是两人现在却形同陌路。11月9日在机场拍到金晨身穿裙子，脸上一点笑意，有一名帅气的长腿哥哥来接他出机场，网友看到消息就开始议论两人是不是在一起了。而金晨也很讲义气，赶紧出来为好友澄清，称和长腿哥哥只是朋友，而且还说和戴眼弟弟是姐弟。难道金晨澄清恋情是要暗示邓伦自己还是单身吗？两人还有可能再度复合吗？